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。 死亡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 生命、成长、救命、救朋友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 让这些凡人瞧瞧你们的真面目！ 推翻救主人的时候到了。那条绳子又在烧了。我是龙族玉骨，你可别管。 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
是执法者。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？干杯！敬上杀掉我的人！你们全都是……魔法落入恶人之手，只会引来疯狂。时间会流逝，但梦境永恒不灭。大家都会犯错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海底就是海底，就是最棒的宝藏。你以为时间站在这里，在我这边。
烧脑袋！绳子又在烧了，密探来了，让开！一定是这边。绳子又在烧了，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要做什么？
月锦会指引我。全都交给我吧。等等，太多了。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推翻旧好时候在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海底就是海底，就是最棒的宝藏。你正驰驰航向灾难，去归永恒的冰冷。全都失败，月锦会指引我。从灰烬之中，生命会重生。从灰烬之中，生命会重生。
做得好，你赢了。哦，你必须都毁咗啦！我比你快七步。介意我甩须吗？意料之中。生命，成长。快乐与朋友。一定是这边。月景被指引王从灰烬之中，生命会重生；从灰烬之中，生命会重生。惩罚他们！
会怎样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我只是好把酒休困起来，我只是好把酒休困起来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下水！空气的力量，惩罚他们！这叫废物利用。海底就是海底，就是最棒的宝藏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！干杯！尽善擦亮我的眼睛。